我在这里看有毛病，在这里我错了，你知道？啊，你知道你错了，对呀，是不是你这个表情。对呀。我们到了，但是我还不明白，我现在要考试。昨天我都不怕，早上也不怕，现在到了有一点不舒服。紧张了是不是？对呀，因为我现在原本是就是知道我不会考好。可以考好啊，不要害怕，走，咱们去里面看一下。我知道我现在开心，但是。然后考好了我会哭。走，在二楼。啊，我现在可以了，不懂。不要害怕，快点，你就是进去了之后啊，得先调成你会的语言啊，你会的字，好的，我语的英语的哈，你先调成那个字，然后再考试。如果你不会调，你不要考试，那找他们，知道吧？一旦你考试了，然后你找他们，那个时候就不行了，知道吧？紧张啊！现在我们交手机，好。我考了好。我考了好，是我考好了。我考好了。对，考好了，耶耶耶耶，九十七。等一下，不要被看家骗了，看家考了两遍。对，两遍，第一个89，第二个97。九十七。对。我很开心。我在外面等了很久，我感觉这个比。看起来生宝宝的时候等的时候更难，因为你生宝宝的时候我没有在旁边，我没有想这个问题。但是今天你在里头考试，我在外面很紧张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考好。我想啊，这个，然后看起来考第一遍没考过，想啊，这个怎么办？没事，哎呀，我想我都不会考好，哎呀，然后别的人会想我是有毛病，没事，明天也来。没事，不过第二遍考的挺好，考了97。对，我们现在去。我们现在去拿证，咱们是在莆田办理的这个，所以说咱们要去市里看。很开心，去快点啊！我是不是回来了？我可以开车。对呀、啊。但是我不行，我怕。啊、还有，你有说我，你老带我去吃好吃的。先拿证就想着。快点去！我想，我怎么现在要哭？因为我很开心的哇！你老婆厉害不厉害？厉害。我在这里看。有毛病，在这里我错了，你知道？啊，你知道你错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个表情。对呀、啊。这是第二次考的。妈，我可以在中国开吃，开心不开心？对呀、啊，我会来开吃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，因为我又怕。对，这个现在很开心，因为我问他。你老婆厉害不厉害？他说很厉害，很厉害，两边考。对呀、啊，你老是问我厉不厉害，厉不厉害？我肯定说厉害呀、啊。但是这个事情，我说你厉害，我自己也开心。为什么？第一次也没有什么不好，我不是急事，你知道？我知道，因为你考了两遍才过，然后你一直在问我厉不厉害，我也不知道我要说厉不厉害。我现在说这个，我考什么？我看。都是这个，他们问对不对，然后我想哦还可以，我很怕照片的，他们老婆问我这个照片要什么的，然后我看中心有这个照片的，我想有啊，在这里有一点怕，但是没事，我有看有五个我很怕的问题，你知道？可我也要他们，哇，很生气，我想我在那边也有错了，你知道？但是然后慢慢来，你看还可以的，哈哈，厉害，很厉害的老婆，很厉害的老婆，我现在很开心。这边说现在可以拿驾照，我今天还没有进去，我都说我不会考好，满分是80，我忘记了，就是我又说，但是现在考好，我今天也可以拿驾照，我可以然后回家开车，走吧。我们现在来阿楼拿房中介，是不是？对，直接房中介，咱们不用预约。大家好，我有中国的驾照，我现在很开心，都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但是，我有今天考两次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次我有毛病，我没有读对的，第二次我就是急。考很快，老公说我很厉害，警察也说我很厉害。警察没有说，
他说我，你还我还没出来。你没有听，不要说我没有说。好。然后，可以说我们花250块钱。为什么200？因为我有这个翻译，要翻译，翻译贵，因为是很快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可以说考试50块钱，很好的。会很快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对，我有说的，你们考试很不难的，很不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没有，他要认不可以考，你知道？他都不难的，很好，是不是？对，考试就是一些开车路上要用的知识。对呀、啊。就是让大家去学这个东西，不是刁难大家的。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应该很难，所以说这个是对的。这个是很对的。跟个猴似的，我娶了一只猴回家。没事，我说老婆好看，很厉害。你看，这个猴又跑了。啊，我的朋友跟我说，我现在又成为了家长，父母也说我有家长。现在你的朋友都知道你有中国的家长啊，可以显摆一年了。好吧，就说可以显得很厉害的意思。这一年你可以跟大家说啊，我有中国驾照，我有中国驾照，是不是？